大家好，今天我去把我这个1000多块钱的头发给它剪了，简直是忍痛割爱呀！这个心在滴血，因为那个头发才管了差不多一个多月，原来我是准备说至少半年不剪头，不剪头发不是不剪头，因为觉得可惜了是吧？从来没搞过1000多块钱的头发。至少也得管半年才划得算嘛，对吧？但是很多朋友啊，还有家人们呢、都说我要那个头发太丑太丑，连刘明说那个头发太丑。本来吧，刚开始有一些少部分人说丑，我还不相信，是吧？我说哎，肯定是他没眼光，这么贵的头发还说丑，对吧？那后来全部都说丑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一个人说你丑，你说他没眼光；10个人说你丑，你说他不懂欣赏；然后100个人说你丑，那就真的丑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反驳不了。所以我今天继续把它剪掉了，看起来我感觉也是要精神一点。还有就是刘明给那个嫂子们寄的鞋子到了，刚刚给他拿回来了，打开看一下，然后去送给他们。专门为他们定做的鞋子，这个鞋子，好像是小凤嫂子和表嫂两个是穿38码的，他们两个脚比较大、然后二姐和那个二嫂两个就是穿36码。38码，这就先把华儿姐和那个表嫂的给他们拿过去，然后小凤嫂子可能还没回来，先把远的给他们送过去，再来送近的。哎，我这个当弟弟的给嫂子送鞋过去，觉得也有点不妥，管他的，拿过去。着我心爱的小魔仆去给嫂子们送鞋去了。这夏天呢，还是骑摩托车舒服，凉快。你等一下哈，今天是么子头发你扯过来的哟？表嫂啊？啊？我那别个你们那个表嫂今天上孩子，我来准备喊他试哈，穿不穿的？我喊他试啊，孩子是。啊。表嫂咋去了？他那个有事去了。今天他在陪着，明天你走不了。手上去的。手上了。啊。手上不是男人的活，你还叫一个女人去手上啊？哎呀，有手上的吗？那啥子不了？那你那个啊，你看着过两天要带过来吃啊？过两天了？啊，过两天。那哪里他外地手上去了？没有。我上面过两天了，还能久搞不？啊？外面过两天了，你给他是啥？你也给他好些。那你反正你给他的，给他十二都还不行啊？你自己给他是的呀，是吧？没得不知道我怎么给哟。他回来噻，对不？回来我们打电话噻，是吧？还有不？没有。好不？我是下次才拿过来啊。下次拿过来是的，反正也不远，是吧？是吧？我是跟着红的，你给他不是？啊？给他不是？我给他。看到十二不是？你要是给拿过去嘛，你过两天亲自给他都是用。要不然今天变成我们装正常，我没有拿回去，我红的你给他不是？买你个是？看到十二他都回来。你给他好些。我咳嗽没时候，你咳嗽没时候，管那个给孩子么子说？昏昏沉沉的。我看你是哪面睛嘛？那个前点儿精神的眼睛都是红的。咳嗽没时候的嘛？哈，多少个了？晓得。啊，那我累嘛？你坐啥？啊？坐啥？我给你倒台说。我那我躺回来，我再拿给他嘛。
要得要得要得。那你不是往右来多跑一道？你那个啥，你下次再带鞋子带孩儿过来的时候，我上标上你搞一桌丰富的那个饭菜噻。那都不必，那都没必要噻。要得，我先拿个吧。你耍噻。穿你个拖鞋没穿你个睡噻。我得耍会儿噻。我跟那个阿伯人都跟他们在穿。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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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好休息一天，磨到你三天那个走路都不是困难的。嗯，对对对，那我先过先哈。好好，嗯，开车慢点哈。啊，我骑摩托车。哦，是嘛，也慢点噻。老表太奇怪了，兄弟。我跟表嫂拿鞋，他就要把鞋拿回去。我过几天再拿来。感觉怪怪的这个东西呢。现在去黄姐那边，看黄姐没在家，这牛仔送不出去啊。哎呀，今天去给嫂子们送鞋子，一对鞋都没送出去。刚去黄姐那里，黄姐没在家。然后他打电话说，他说他晚上有时间自己过来拿。汉嫂也没在家，小凤嫂子又没回来。最奇怪的就是那个表哥，我把鞋子拿过去，他叫我拿回来，他叫我亲自送表嫂，搞不懂。下次再给他带过去吧。下午也慢慢凉快起来了。白天中午就穿一件衣服，下午还要穿两件。我接小芳放学了。爸爸，我想的那个刺耶。你刺啊？对了，乖乖，告诉你一个事情。事情吗？你妈妈过年天回来。真的假的还是？真的，应该是真的要回来。那有几天回来呀？这次一定是真的啊！哎呀，爸爸，嗯，今天怎么又考试了？又考试？嗯。考什么？卷子啊。考多少分呢？一个100分，一个99分。第一张是99，第二张是100分。那么厉害，那有什么奖励啊？嗯，又是好吃的。嗯。明天也不上学啊？上啊。明天不是星期六吗？上次都上了5天了，肯定要加一天呢。就星期六。对呀。今天朋友，高兴今天带你去考试是吧？嗯。OK。爸爸，嗯，你这头发剪得很顺呀。真的假的？